未瞓醒的情況底下，我哋計練下啲 scale 先啦。scale 咧係啲好嗰啲叫咩？好一天嘅嘢嚟嘅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個手指未 warm up， 未醒，靠佢。冇練琴，做唔到啲乜嘢，彈佢。首先你個坐先唔硬，你應該咧以你嘅高度咧，要再頭髮低啲咁多，啲啲得啦，係好。跟住咧就向右邊移，右邊係冇錯，再移多少少都得。係啦 ，OK， 隻手試下擺上咧，呢個靚 ，OK， 記住個感覺好唔好？嗯。第一個開始合奏，下一個這個好好啊，我好喜歡啊，下一個都不知道第幾個日子了，係啦。咁我今天又唔好想鬧人喎，我緊要因為功課好少事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個星期幫我欠咗，未有學生試過欠我四個星期，你係第一個。OK， 我唔會俾你咧欠多我第五個星期，我唔要你打破呢個規律。OK， 陣間我補做翻佢好冇？係啦，一彈一彈先。好，嗱，跟住輪到挑戰啦。B flat 同埋 E flat， 我上次教咗你，好詳細咁教咗你嗰個方法喎，睇下你有冇少少印象喎。合手，係啦。神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啱啱讚完你嗰句咧，你就一彈三，夾咗只二出嚟唔用，呵呵。唔爭得嘅，原來你繼續。呢樣嘢我覺得你有進步喎，跟住之後手指最尾嗰次叫做 finally 都啱咗啦，想再穩定更加好，係啦，嗱呢個有進步啦 ，very good 啦。
好，恭喜你下一個 EFAT Major 嚟到講最後一個，開始。恭喜你過曬關！嗱，從今開始咧，所有 major 講五個練一次，得唔得？係啦，直至到你成個 grade three 嘅 scale 搞掂曬為止啦，都有一個目標日子嘅，即係唔係話練到無了期嘅。係啦，成本搞掂曬冇問題嘅，咁就拜拜咯。我可能睇下係咪去 grade four 嗰個 scales 咯，得唔得？因為 grade four 都係分項目㗎 ，grade five 就係全部。咁但係我就唔會 push 你跳到 grade five 住㗎啦。咁就係咁，嗰個實在太辛苦啦。咁所以你先搞掂咗三先短期目標。咁啊，短期內我哋可能嚟緊呢幾個月全部 major scale 你冇大嘅問題都係練一次搞掂，可唔可以？如果俾我 once 聽到你有啲咩問題咧，嗰一堂，咁你知咩後果啦？嗯，好，預備好 minor scale 未 ？OK， 我哋今日做一個啫。OK。如果你可以嘅，你想幫我追一追個進度嘅，我更加開心。兩個 B、G、C 以前我哋都搞過噶啦，全部都。你有冇印象邊個最容易？錯，呢個係最難啊！你講反話係咪 ？G 係啦 ，G 最容易。點解你知唔知 ？G 係 G， 係G。點解唔係 C 咧？我梗係而家會講啦。G 咧係因為我哋有一個。獨門的秘訣是我們忘記了，但你知道獨門秘訣的是嗎？不知道，沒搞錯，這個是我們 B&W 的秘訣，什麼秘訣？獨門秘訣來的，有沒有人敢教我不知道，因為這個教法是不對的，即是這個方法不是 official 的，你知道我說什麼 official， 即是不是正規的，但是個個學生用這個方法是實記到的，那我們考試就要彈出來，是不是？使乜理佢方法啊？啱啱？啱啱先？係啦，睇住路。講起呢樣嘢，讀數學有冇讀過一樣嘢咧？就係十一啊，十一嘅乘法好似係，有冇玩過呢樣嘢？十一乘廿二咧幾多？用咗用微數機先。十一乘廿二咧幾多？我睇下我嗰套方法仲啱唔啱？好啱嘅仲系，知唔知系咩啊？你以前細個唔係學過珠心算嘅咩？而家係咪你？你冇學過珠心算？有，唔關事珠心算。嗱，都係呢一個咧，就係 official 嘅數學嚟到講啦。以前我讀數學噶嘛，係咁噶。所有十一嗰啲乘數咧。兩個位啊，一個位好似唔使啦，一個位你乘二就知道係廿二噶啦，諗先，乘三乘三十三係咪？乘八都要啦，你未瞓醒？係咯 ，OK 好嗱，我講係雙數啊，譬如乘廿二，你將個唔好寫個橫線，寫個乘數，你將個二同個二咁樣分開兩邊，答案中間呢個咧係二加二等於四，你可以 prove 嘅。佢數機咪 proof 到咯，啱啱我 proof 咗十一乘廿二乘，咁譬如三三咧，二三二九三，唔係，我咪同你講咗咯，三同三，三九三，中間個係加，唔係乘噶，睇下啱唔啱先，三六三，係咯，四咧，四啊四啊。四八四，得唔得？有多中間嗰個數加埋咧，多於十咧，你進喺前面得噶啦，進前一個位，唔係進後啊。OK， 明唔明啊？呢個就係嗰個
獨門秘訣。但我哋 scale 呢個 G minor 嘅獨門秘訣咧，就係唔係用正規嘅，因為咧你記得 A major 點彈啊嘛，係咪啊 ？OK， 你哋 A major 點彈彈先啦，你哋彈一個八度得噶啦，求其啊 ，A major 呢度開始，點都要喺呢度開始係啦。夠啦，好啦，你記得幾時白幾時黑咯？嗯。我講緊係個次序，唔係位置，即係你唔使你呢個係 A， 呢個係 B， 我唔講呢樣嘢，得唔得先？你將隻手指公探去呢個 G 音度，將頭先嗰個黑白嘅次序，明唔明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靠，等我講埋呢句先。仲有一樣嘢靠你耳仔啦，因為你知道乜嘢嘅聲係等於 minor， 因為你彈過啦嘛。你如果是第一堂彈 minor 嘅，我就會教你個 minor 嘅聲係咁樣嘅。你其中一個音彈錯咗咧，咁就會唔啱嘅啲聲。OK， 咁但係呢個係啱嘅嘛？你明我講咩啊？嗬 ？OK， 就係咁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彈 G minor 俾我聽。咁即係今日可以學多個啦。你唔嗱，你唔學多個，你將啲時間撥咗落去 practice 嘅啫喎，一樣嘅啫喎。我在堂上面跟你練 prelude， 你知唔知啊？因為我想 be sure 你十一月嗰個水準係到啊，嗰首歌係啦，你屋企一定唔會係好勤力幫我練噶啦，咁所以咧，我會選擇我同媽咪度咗個時間噶啦。我會選擇同你堂上面練好曬個 prelude。你屋企咧點樣嘅情況我唔理你啦。係啦，開咗學之後，你梗係好多藉口唔練琴噶啦，係咪先？我就算點樣洗手刷你都是敷衍我的了，那你在我這裡搞定它可不可以 OK good、你自己決定吧，彈了 G minor 彈、堂上面幫我彈五次，右手五次，左手五次，然後合手我看看你行不行，行的可能彈兩三次就可以了，合手不是啊，你分手都要彈一次的，沒有條件說的、這個最多這樣彈完之後我 break up break， 我給你做功課，它將這個功課插在中間，開始五次啊，唔准走神，分手唔住啊！
之後仲有啲咩特別啊？右手右手好似仲爭我三次，定係兩次我唔記得咗。平均啦，平均分啦，得唔得？三次，我睇下第一次彈成點。唔使做補做功課住啦，聽嚟噶咯喎，我哋得唔得？可唔可以堅持到？我見你個樣好似好就係暈咁滯啦，真係唔使休息，唔使飲水，你好似冇帶水嚟咁樣係嘛？係，媽媽揀呢個時間㗎，我尋日俾咗晏呢段時間，你晏晝又要早嘛，明唔明？你之後都係啦，明唔明？今日先。係咩？今日係咩啊？今日係學校嘅補課。學校補課。做冇乜出嚟。哦，尋日你喺邊度玩啊？唔係出唔出唔到去。斜樓房有啲好細細好濕。咪住先，嗰啲係補習社定係學校？補習社。補習社都俾人瞓流堂，有冇搞錯？你有冇搞錯啊？補習社都俾人瞓流堂？你媽唔鬧你嘅？俾人罰流堂都係啲唔好嘅嘢先俾人罰嘅啫喎，好嘅嘢唔會俾人罰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恭喜你喎！我呢一度好似未罰過你流堂喎，可以罰下你喎。我有空間應該係咁講，我可以教緊學生嘅時候罰你喺度做其他嘢，好唔好先？如果唔好，你冇逼我出呢一招，原來罰流堂都可以嘅。咁你下次醒目啲啦，唔好喺補習社度咩啦。你做咗啲咩令到人罰你四個鐘啫？抄錯一個字都要罰四個鐘，唔係嘛？你彈錯一個音，我咪使咪罰你四個鐘啊？抄就抄，抄十次都要抄廿次，要抄五十次。我唔信，咁少就四個鐘，我唔信。你一定要做埋其他嘢。係一個鐘係做曬寫分嘅，一份跟住其他三個鐘就係抄嘢。係，好無聊喎，我覺得。是不是啊？咁你係咪你咁你個三個鐘罰抄嘅時候，你係咪將你罰抄嘅全部記到先？而家係咪先？咁即係有用啦，啱唔啱啊？咁你自己就知啦。你學習嘅時候、温習嘅時候就真係專心少少啦，知唔知啊？咁你就唔使咁樣俾人罰咯。你諗下，你罰完之後，你今日又係一陣間又係要去補翻啲時間，辛苦過係你自己。今日好早瞓啊，你。你是打麻雀？佢通常12:00先瞓。佢哋通常真係堅持每個星期六打麻雀咁好嘢嘅。4:00起身。係 friend 定係親戚啫？親戚。規定咗嘅，即係老爺奶奶，即係爹哋媽咪嘅老誒媽咪嘅老爺奶奶嗰啲。嗯。哦，一定要打麻雀。嗯，呢個啫。你識唔識？4:00起身。今朝。點解咁早啊？我失眠啊！唔係，我中意咁早啊。
哇！你已經係起咗身六個鐘噶咯喎。係啊。唔怪之你咁攰啦，你傻瓜嚟噶！你起碼瞓到七點啦。唔係，我瞓即係我四點起咗身，跟住再瞓咗兩個鐘，五點起咗身。嚇！跟住再玩。玩。咁即我唔使同情侶啦，你起身玩啫嘛。其實你玩到七點就走喎。其實你一路一覺十二點瞓到七點鐘，其實你都睡眠都好少少啊。你而家咁樣嘅狀態咧，就配合啦。你真係瞓四個幾鐘，就或者六個鐘嗰啲樣咯，睇得出嘅，有人睇噶。我個樣今日都係啊，我都係琴晚瞓得唔好，因為琴晚行雷閃電啊嘛。一號風球，而家係冇事啦。尋日一號風球行雷閃電，我好鬼大聲，我呢邊好應好應嗰啲咁嘅閃電聲。咁咪瞓得唔好咯。跟住咧，阿卜喺出邊嘅，我喺房度瞓得，阿卜整嗰啲鐵板聲咧，佢咪有啲鐵板嗰啲動板嘅，佢好調皮啊佢。咁佢又喺度整到叮咚叮咚，咁我出嚟睇佢咯。咁所以起咗身兩次，所以我都瞓得唔好。係啊。好啦，我哋分享完我哋瞓得唔好嘅經歷啦，但係我哋都要翻去 credit 啦。點樣去彈法呢？咁我哋慳時間，你第一次咧，你話你練咗三日琴啊嘛，咁你就彈俾我聽，究竟你個三日練咗啲咩出嚟？嗯，係啦，你好嘅，咁我就喺嗰樣嘢度再幫你改，咁我就唔同你分開兩隻手彈。而家開始，係啦。你會唔會是玻璃心那些來的？你彈得很死板啊，是的，即好像機械人，甚至乎比機械人更差。為什麼呢？機械人說完就是精準的，我叫他彈個絲音，你入了他那個程式裡面，他就會幫你讀個絲音出來。有些琴是你自己彈才知道的，是的，即是你個演奏家彈完一次之後，他們就會記低曬佢每一個音嘅一個次序、速度同埋個力度，然之後你就會入咗個程式，跟住佢個琴就會自己 play 嘅。不過嗰個系統就好貴嘅，係啦，因為嗰陣時我有睇過呢一種琴嘅，咁但係因為太貴，所以我最後冇買到，因為買嚟冇用啊嘛，你唔會屋企播出嚟咁樣先。學生又唔會聽嗰啲歌嘅，因為嗰啲係好勁嗰啲歌嚟啊嘛。嗰啲琴係自己錄嘅，即係琴鍵自己錄嘅，好似我記得係200多萬嗰個琴。你知唔知200多萬係咩數字？接近即係好似層樓咁嘅價錢，係咪？咁所以就好貴，咁我就冇買啦。但係咧，我嗰部嘢就可以播嘅，一就咁播出嚟咯，係啦，即係好似當 CD 咁播，因為入邊佢嗰電子版入邊已經入咗個歌喺度，係啦。不過我就冇玩過，聽住啦。我用呢邊啦嚇，除非你覺得好嘈，我就喺呢邊啦，聽住。分別係你冇講音，我知道我係低過你啦。我同你嗰個彈出嚟嘅嘢有咩唔同？
啊，答問題好過彈琴啦，答個問題啊，乖。點解唔同？我教過你答問題嘅喎，分幾個方向喎，你一路都係咁答嘅喎。首先你聽下我嗰、那個音準先啦，不如音準唔準？如果你唔識聽音咧，我就要教你唱歌啦。啦啦啦啦，我都唱到好難聽嗰啲首 ，OK？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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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嗰啲咯，我今日未開聲不過，音準我準過你啦，係咪？頭先你俾我捉到你個錯音啦，左手，左手冇錯，用個耳塞去聽得唔得？阿細好似咪仲凍過啊 ？OK 係咪而家？凍定唔凍 ？OK good， 係啦。第二樣嘢，第二個角度啦，嗱，音準講完咯喎。OK， 係 better than you 啦，係咪？暫時咧，遲啲你會 better than me 噶啦。好，第二樣嘢，音同音之間嘅 one e and r two e and r， 我準唔準？平唔平均 ？One e and r two e and r one e and r two e and r， 我準唔準？你準唔準？係啦，你變咗係有啲快就有啲慢，即係有啲黐埋，有啲闊啲。係啦，即係等於好似你切嗰啲闊條面咁咧，你去嗰啲麵粉公司玩切面，切到一啲好似意粉咁幼嘅，一啲好似闊條面咁闊嘅，你炒埋一碟俾人食，咁就唔知係咩嚟噶。一定平均咁樣去行個面咯。跟住咧，我有兩樣嘢冇做俾你睇嘅。因為而家我唔係成首歌嘅表演俾你睇，我冇做大細聲俾你，我特登噶，我呢度點做啫？啲音都唔係佢本身啲音嚟，我就要彈頭先嗰兩樣嘢俾你，我要彈音俾你聽，彈平均節奏俾你聽，我冇做大細聲 ，OK？ 得唔得？呢樣其中一樣嘢啦。另外咧就係呢一度係聽唔清楚佢嗰啲。在你那邊聽得清楚一點，所以這兩樣東西就是我剛才在這一邊 show 給你看的時候是做不到的。 OK， 那你現在再試一次，你的節奏不要那麼快，你可以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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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幫我做呢、這個，練到去你背到啲手指嘅喐動為止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而家背淨係呢一嚿啫，係呢一嚿。用個三，係啊？點解你咁中意反手指？唔好反啦，得唔得？三二三四三。
的原因就是因為這裡呢，其實你就是有些東西你要準備的，因為它呢就是這裡是轉了第二個，怎麼說呢，轉了第二樣東西，感覺上就是不行，因為它這個 expressible 開始，那你這裡呢就要是醞釀定你究竟這隻手要怎麼走，其實這隻手就很容易的，就是 C sharp 而已， OK， 但你這個呢就會這個怎麼樣，它都很近的，就是一針，有沒有分別，但你開始要醞釀定那個情緒，行不行， OK， 所以你這裡呢就哒哒哒就去第二個位置了，行不行？ OK， 第一至八有沒有問題？沒問題，可不可以背了它？背不背到？記性，記性，今晚背到了應該。我跟一個20歲的學生講背呢，就拿他名字。你十零歲呢？十歲到你十一？十一了已經。十一歲仔了，大個仔了你。哎呀，升中是不是升中啊？出年嘛，是不是揀了哪個學校？深水派還是揀？我都不知道派還是揀？揀四個，四月你想揀？揀四個，你現在成績可以？不是四月揀哦，你覺得自己可不可以？是不是你都要靠運氣啊？其實派到邊間？即係唔係你揀睇成績，唔係呢兩樣嘢配合嘅，係咪仲要講運氣？睇成績啊，最主要。嗯。OK。祝你好啊！都要睇運氣。都要睇運氣嘅，我記得要嘅，好似係派嘅嘛，即係 I mean 有少少係抽嗰啲成分咯。不是說你的成績好你就一定是收你的，是的，你成績好不好，學校一半半，一半半，即是中間中游分子，你沒得追啊，你沒得追啊，你有得追啊，沒了，五年級過了，因為已經追到，還追到是嗎，兩次，追兩次加油啦，我這邊不用你煩嘛，是不是沒事煩你，沒事，沒壓力給你啊，現在是不是，那你那邊努力一點，知不知道、okay? 好，你要在我這裡背了它，還是你自己背，背完下課談給我聽一字白，你自己說，我要背，自己背，那我們繼續了咯，繼續多一段之後我們就休息了咯，好不好，嗯，你記不記得 Happy Birthday 怎麼彈啊，是即場彈，今天阿福生日，每個學生錄一條 Happy Birthday 的片給你，看住邊個音開始都得㗎，你知唔知啊 ？Depends on 係你邊個音開始黑鍵係多啲咁解嘅啫。我自己揀一個係呢個啦。真係見唔見到？四個音，第一句。最邊一句？邊個難？咪玩下呢個，輕鬆下你試下。嗱，第一句我再重複多次好冇？兩個 happy happy happy，happy 係兩個一重音，明嗎？似乎你需要寫出嚟。那個是 CC CCDC F CCDC G F CC 那個是 C
prefer 試啊，行到啦，而家多個試就多個試，幾次先？跟住你開錄片俾佢。你的手飾動的嘛，對嗎？你行不行？BB呢，放好一點。
好似 TVB 嗰啲咁樣，得唔得 ？Ready 未？使唔使練多兩下？不如練多兩下啦，我想一定到ready 未？好啦，我只系六手啫，你放心啊，单一只手系咪？好，等等，可以开始。呢、這個很簡單的落去。呢隻手靚，預備。曬咁多個先啦，晏啲先 send 俾你。你未有電話啊？嗬？我有。有啦。我有冇你電話啊？因為係冇得打電話嘅。冇得打電話嘅你有冇啊？有嘅咩？但你唔想俾我嘛？我記得你有次講過係咪？你驚我奪命追魂 call 你係咪？好。我哋仲有少少時間，可唔可以彈多一段仔先？我哋講咗今日想加多一段。咁我上次講咗分句嘅，其實你應該冇做啫。我已經教咗，教到十六嘅啦，應該。合手分手都冇啊？有 OK 你試一下、分手分手
刻咗你嗰個一日嗰度啦。好，呢度跟翻嗰個右手音彈啦，寫咗俾你啦。加油啊，哥哥！加埋佢左手彈一次，可以休息。我寫埋個手冊先。邊度？我打個字。C sharp， 記得兩個都係 C sharp 啊，因為同一個巴嚟噶。彈彈咩？合手。你先可以落去咖啡喎，得唔得？我俾完畢你，係啦。